订广告怎么办？开了，开。不过一般那袂歹，做工资。会啦，那 S 也行。S 会使啊，不过 S 可能不会认定哦。啊，过这种钱不要去，莫吃上大只就好啊。阿爸好大。嗯。我想买牌啊，我这条，我有这个颜色，啊，过我想无蓝色的吼。嗯。你黑色的干？哎，我是黑色的。全部买蓝色，但你黄花穿蓝色敢好看？嗯、我先等下找我一条黑色的。Hello。你可以听听看声音的话。好。你可以帮我传这个到群。Hello。声音、画面可以吗？有谁上来呢？怎么那么黑啊我？啊哥，我今麦看到两个尔诶、嗯。我现在二十一个。无，我是讲。哦。啊，未有第三个嘛，对吧？自己没有。Hello。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到第三个。第三个是一个黄色的，黄色的。帮我们公开分享一下。来，又听到我们的声音了。一整天这样子听我们声音，有没有觉得很烦？有没有很烦？晚安，慧文晚安，进来的打声招呼嘿，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谁进来了。明天要去剪头毛了，剪头毛。剪头毛。对，头毛太长了，也够难吹。我觉得要剪更短，我刚刚那老头够快了，大概两个月就要去一次。我才一个多月，两个都被嘎。哎、嗯欸，我们今天发生了已经超好笑的事。我们两个啊，哎、欸，你知道我今天那个上班的时候，永康下大雨、欸，下超级大的雨，然后我就跟阿玲讲说，我这边下好大的雨哦、喔，然后他跟我讲说，是哦、喔，那运动要不要取消？我说不要，就还是一样去，超好笑，你知道去到那边，我已经在里面在拉筋了，我在拉筋哦、喔，我在拉筋了，然后阿玲在外面讲电话，然后那个教练看到我们惊讶了一下，哎、欸，你们不是明天吗？我说：“哎，我们是今天吗？超好笑，记错时间。”对啊，那个又被退回，去上课的学生又被退回，所以我们去吃了好吃的牛肉面，超好吃的牛肉面。两个人高了价，两个人讲五百几块。因为我叫猪脚，哎，那猪脚也真的很好吃哈、哦啊，好 Q 哦，我叫猪脚好 Q。进来的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哦，我跟你说今天的款式跟明天的款式也都超级好看，然后我跟你说那个韩国啊的真的很快就会结束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喜欢的不要犹豫好不好，不要等，就喜欢就赶快下标赶快买，因为我们台湾会热很久，可是呢韩国他们的衣服很快哦，他们就要结束了，好像出到七月哦，六月还七月，七月哎，六月底出到六月底，新款会出到六月底而已。然后你看现在是五月，新款只会出到六月底，就是下个月。所以如果你们有喜欢的，就要赶快先买，因为我们台湾还会热很久，好不好？还会热很久。阿内刚请告请测，拉筋一节多少？没有，我就拉筋拉到一半就说，哎，是不是记错时间？我就一脸，嗯，有吗？不是今天吗？然后拉筋拉到一半了，叫人家回家啦。哦，好像那个去约会，然后花你等一个尴尬，哎，真丢脸。然后那教练很好笑哦，他就传了讯息说，我下跪，是我的错，我下跪。我下跪。哎，猪猪金凤。晚上好，哦，嘉龙，蓝顶呢？蓝顶，你看你起来，蓝顶，蓝得，蓝顶，蓝顶。太少太少，
人太少。啊，再看你啊。人太少，人太少了，帮我们分享一下嘞，好不好？分享啊，帮我们分享一下啦，帮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屁股多亮，爱看的，帮我们分享一下，公开分享，然后这口啊，没进到 S 号。哎、欸，这个也太可怜了吧！我后面还用假的，现在绑起来口罩出来啊！哎呦，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好吗？人数太少，毛要了。帮我们分享一下，声音听得到我讲话吗？听得到吗？啊，画面清楚吗？看得清楚是我吗？看不清楚就惨了。看得出来我是谁吗？看得出来我是谁吗？可以 ，Sakura。那我们开始了哟，好吧？可是人很少，我怎么讲？用笔的。用笔的。要笔什么？最近也没啥话题可以跟你讲，我的秘密都讲完了，我的秘密真的都讲完了哎、欸，啊，就早上就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我跟我先生离婚，而且我在梦里面我很狠，我超级狠，你知道我跟他离完婚有没有？我马上去找了一个男的。我马上要找一个补进来，哎、欸，这段该啷剪掉？这段该啷剪掉？这我安听到应该有怕。真的哎、欸、吼，在梦里面气死哎、欸，在梦里面哦、喔，我就是查到他偷吃，然后我就很气，我就跟他离婚。然后我今天早上就跟他讲说，我梦到我跟你离婚。然后他回我说：“是哦，啊你做错什么事啊？”我说：“是你，是你。”你只有说林志颖，什么林志颖？台南版林志颖。哎呀 ，SU， 我爱你。你是不是那个兄弟那个啥日行一善？对呀，对，日行一善哈、哦，你是压力有多大？才会这样。没有啊，奇怪，怎么做那么奇怪的梦啊？不知道哎、欸，是你做压抑吗？是安娜。哦，我在梦里面超气耶、欸！我想说，然后我就回我先生说：“你搞我卡注意耶、欸，我是很狠的哦，阿妹。”高尚很狠。我，哦、因为我在梦里面跟他吵架，然后我是跟他离婚。对。然后我就打讯息给他，我说：“你搞我卡注意耶、欸，你卡注意耶、欸，我是很狠的人哦，阿妹。”哦、我好怕、哦、对我好怕、哦、请问裤子好了我要来介绍了好终于有人了要不然我好无聊好来编号一号今天的那个日本的啊你们是要打日零一可是今天这个韩国就打零一零一就好了对零一就好了梦是相反的你好呵呵呵呵呵呵我会怕耶、欸、其实如果他真的偷吃的话我会害怕耶、欸、我害怕的是小孩没有爸爸跟小狗一样因为小孩需要爸爸不需要妈妈真的啦哎呀真的啦我害怕的是小孩没有爸爸小孩没人顾啊哎呦口跟他起来哎呦喂你要搞进 S 的干啥？哇，代志都，那我进 S 的呀、啊，我讲者，我先准备代志。好，麦克有啊，麦克有啊，我有点脏沙，有点皮啊。好 ，OK， 来，衣服来了，这个是高级棉的哦，高级棉他们家的棉 T， 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有买过，
然后呢，它的面料很好，它的面料啊是那种有点很像那种竹节纱的那种面料，它是棉，可是它摸起来呢有那种凉感。然后这个图案呢就是谁呢？史努比的女朋友吗？查理啊，查理布朗的朋友。哎，对，很矫饰。查理布朗的朋友，嗯，那字有点小，把它放掉。哎，我好聪明哦！可以哦，可不能撞到。好，来，颜色有蓝、粉、白，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图案，然后再接电话，然后它上面是有点这样仿旧的印刷，很可爱。然后它可以穿到 XL， 它是属于宽 T。然后呢，你下面如果是配那种宽宽的牛仔裤或短裤的话，你就稍微给它折一下。那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运动穿那个 Nike， 就是。运动裤比较合身的话，你就把它放出来，可以当长版的棉 T 穿也可以。然后呢，面料超级好，它的面料真的很棒，跟那种一般那种便宜的那种面料是不一样的哦。好，来编号01，这件呢打折下来是780元，胸宽呢60，袖宽25，衣长65，有弹性，可以穿到 XL 号，绝对没有问题。喜欢的直接打01粉、01蓝、01白。然后如果你是想要看起来有精神的话，你就是稍微给它反折一下，这样子反折款，它比较的系列刚款觉得有点慵懒，哎，折起来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好不好？那我现在穿的是背心的，对啊，穿这样真的很减龄哎。我跟你说，其实棉 T 啊真的是大家不管是任何年纪，今天你已经50-60岁，我跟你说穿棉 T 也都很好看，不要去担心自己的年纪，年纪先把它放在银行里面，先不要管它。穿好水，穿好笑脸，有没有？出去人家会说：哇，你今天穿这样好样哦！哎呦，妹妹，你今天要去对，妹妹，还没有回啊？哎呀，对不对？这样是很开心，然后自己看的也舒服，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穿得多花俏。有时候一件棉 T， 然后牛仔裤穿起来就很笑脸，对不对？好咯，那我拍照咯。如果没有穿到的颜色，你们可以点菜哦。一进来了，一进。我们的干妈，干妈好。那一心给过扛起重吗？我认了两个干女儿。对。好，衣服有拉好吗？边来。哎呦，一比一。大姐，大姐。一比一猪，比例猪吗？一比例猪。一比例猪。Yes。干妈要泡一锅底啊？我跳舞啊。哦。我现在我要给他我背啊，要不要泡一个老狼背？知道吗？这个老狼背啊，超像玉露尖，你超像在那个泡茶嘞、欸，小姐都跳咖嘞、欸，玉露尖，好，玉露尖呐、啊，玉露尖茶，跳咖假头刀，这麻辣花生装好好吃哦，买四包而已，对啊，我讲叫我妹妹十包，然后买四包俩，好，哎、欸，没办啊，有帮你背就好啊、欸，嗯来，再来是我的裤子，我的裤子哈，就是现在穿有一点大，因为它这个是 M 号的，因为它版型我觉得有点偏大，因为你看我穿 M 号还蛮大的，所以它版型偏大，因为平常我是穿 M， 可是它现在这个 M 超大哎、欸，应该 L 蛮大的。嗯 ，L 的话，你们就是小一个尺寸拿。如果你今天是 XL 的人，你可以穿 L； 如果你是 L 的人，你就是拿 M 号；你是 M 号的人，你就是穿 S， 啊 S 嘞哈，你得先略过。嘿，如果你是小织女，诶、欸，卡散的嘿，你就先略过，因为这件的版型比较大一点。好，来编号二号，这个是录音带的哦，录音带的牌子，录音带的牌子。嘉穗你在不在？嘉穗，然后呢，那个字顶啊，点开都有详细的尺寸表，你们可以去看看。然后它这一件的特色就是它是满版的，整个都是绣蝴蝶结，然后整个是绣在牛仔裤上面，然后前面一样是。扣子，然后有拉链，然后后面的口袋是安呢、啊，因为后面我太大，所以我有夹起来。对，后面一样有口袋，然后放下来的长度大概是5分，大概是5分。啊，如果你今天想要穿有精神一点的话，你就是把它反折两折，这样子看起来也很好看。就看你随你想要穿什么样的长度，然后放下来它是大概在膝盖，大概在膝盖的位置。然后它的面料呢是没有弹性的，也就是骨瓦口这种面料是没有弹性的布料，
可是穿起来它是宽的，所以是不会闷热的那一种。Good luck 啊！回来。今天阿玲请客，你乱让伊到地下室。真快。调去地下室。然后这件裤子我觉得好便宜哦，它才1070呢。牛仔裤1070真的很便宜耶，而且它是整个是绣的呢。对啊，它整个是绣这个蝴蝶结，整个是满版的，整个都是有绣蝴蝶结。所以你看哦，它这样子开价1070，我跟你说真的非常的划算，好不好？好，真的很便宜。然后你们点开可以看那个哦，可以看尺寸表，或者你平常穿什么尺寸，你就是小一个尺寸拿。这样以此类推，甘知啊 S 的你就看版面 ，S 的你来穿可能上大。就太大了，1070超划算的。那我要拍照咯。好，好的。喂，二号嘞？对啊。好。我啊，我等下要甲问看卖，迄种就讲你用眼袋看会使舒眠睡觉诶。哦，对对对。哦，舒眠睡觉就不会害怕了吧？对对对对对。我最近都有看抖音的，我先来打晕啊！不是，好，我这次都有看那个人家抖音，你不用浪费钱，手术有没有？你不用浪费钱，我帮你打晕就好。没有，包括人去手术，唔知做边做对几种，然后一些小姐的对，然后一个一个注一种麻药，按你的鼻入鼻边爱加吸。对，你现在什么感觉？嗯，我觉得，我的喉咙要升天。我觉得我的喉咙现在有点酒精的味道。可是我很会喝酒，应该不会那么快就。睡着，睡着，然后你不是做我酒，确定吗？哎，做我酒，什么脸？原来我就有在我酒，然后就困了，然后就睡着了。因为各位酒量很好啊，哎、嗯，所以他麻醉可能要很慢才会睡着。嗯，然后做我酒，我问几下，麻醉到在上面尴尬啊，所以朋友可以进去啊？可以啊，哦、他在那边录哦，好酷哦，哎，两把录哦，就像抖音啊那样。对啊，就以后如果你去麻醉，然后就在那边。哎、欸，我也惊死耶！我也惊死。如果你要麻醉的话，我在旁边我也会怕哎。很了喂。嗯。他我怕用手，就是唔知用最前面啊，是鼻子的款啊，我也是用鼻子安尼。好啦，喜欢的自己加哦。下一款。下一款。下一款。好亮。我这边车没了。下一款 ，Y 牌他们家的衣服 ，Y 牌他们家的衣服哦。然后呢，我们进了两个颜色，我超喜欢这一件。其实这一次 Y 牌他们家的衣服我真的都很喜欢，所以我们都把喜欢的有进回来啊，有的还没到，所以我们就可能要下个礼拜再播。然后你看哦，它这个布料很特别，它有点像泡泡布。然后它面料 很像泡泡布哦，薄的，里面就是像针织，它的布料其实很难形容，可是它的布料是轻是薄的，它布料是轻薄，然后有两个颜色是 Y 牌他们家的这个 Y 牌，两个颜色哦，两个颜色，然后就是你们可以分开购买，因为我有进他们家的裤子，就是配一套的。因为我看欧尼啊，伊拢是配一套，我感觉够好看，好好看哦。就觉得他穿起来就是很休闲，然后又有型。因为近看呢、啊，你看黑色的质感也很好，然后这黑色是客人的，然后你看哦，它的质感真的很好哦，非常好，而且很轻很轻。然后手袖这边，你里面其实可以自己配削肩的。内搭也可以，如果、啊、配一件那种棉 T 出来，这样子有没有层次起来也是很好看，就是看你们怎么穿搭，单穿也可以，然后做里面就是可以自己配一件棉 T 出来，就是有点层次感啦，就让它有点层次感啊嘞。两个颜色哦，是，我看一下尺寸，两个色，02吗？02裤子，好，等一下哦。来，这一件只要830元，830 Y 牌他们家830，而且它是有造型，布料也是很特别的。它的胸宽64啊？啊，我讲偌济？600啊？我讲820啊？因为他讲820吧？我
对啊，我是820啊，真的820，然后连袖就是胸宽64，袖宽24，衣长60，下摆63，它是有弹性，可以穿到 XL 至 2X 都可以穿。颜色呢是黑跟杏色两个颜色哦，只要820元。我说830你好哦。有他们都有听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去旁边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820元，820啦，吼，820 ，sorry， 820元超便宜的 ，Y 牌他们家，而且他们面料真的很好，两个颜色，两个颜色，就是有黑跟杏色，裤子也是两个颜色哦，所以你们，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一整套，我觉得它的布料真的很舒服，很夏天的颜色。弹性真的很好，就是软软的感觉。夏天这个一定穿得住，夏天这个一定穿得住哦，哈！啊，你们喜欢的话就自己加哦。好，这刘海有点白。来，好，后面吧。好，02的牛仔裤来了，来了，来02牛仔裤，安内，02的牛仔裤，它是宽的、啊，它是宽短裤。它其实是算宽短裤，你们就小一个尺寸拿，因为你看我现在穿的 M 号，你看这 M 号，这版型是，对啊，我够凶，杜姑嘛，它这件版型偏大，因为其实我们都要穿他们家的 M 号，可是你看我们进 M 号回来，它这件是很像 L 的尺寸，所以呢，你就是小一个尺寸拿，这个才1070，这个好便宜哦，而且我们开价真的开得很便宜，这个整个是。绣的呢，不是贴的哦，也不是印的哦，它是整个刺绣在布料上面，然后布料很好，卡包都给他管算了。太亚两个中丢金，太抽筋。哪边号来到四号，一样是 Y 牌他们家的，然后呢就是没有杏色，因为杏色还没到，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播啊。你们有喜欢杏色，你们也可以加，它的杏色一样就是衣服这个颜色，哦。一样是衣服这个颜色，然后做两个颜色哦。它的腰围弹性非常的好。来哦，这件啊，腰围是34到60公分，这件是一样可以穿到 XL 号的。然后呢，它的臀围61，大腿36，长度46，裤档38，有弹性哦，可以穿到 XL 号，而且这件裤子只要960元。真的好凶啊，凶哈。就是它真的是很好穿的，我跟你说，欸，我跟你说真的，拍起来这一种困口买塞，因为它真的好舒服哦，嗯，它跟我们在穿的那种睡裤很像，嗯，就是很舒服，而且我觉得它长度刚刚好，它不会过长或是过短，我觉得它长度真的很刚好，所以你们拜托喜欢 Y 牌他们家的真的买起来好不好？尽量加一套啦，我觉得一套好好看。对啊，就是很有型，很有型，这刘海真的有事，怎么了？就是太短，在镜头面前有点呆。不会啦，这样子啊，你们有没有喜欢？在睡觉吗？对啊，在睡觉，他们都在睡觉。好，那我先拍照喽。我们是在唱催眠曲给他们听吗？对啊。啊，请问两个要跟我做不了？我不知道，是要跳舞啊，是要唱歌啊？跳不开啊，帮我耍一下。好，你跳不起来，我也跳不起来。这真的好好吃哦，真的很好吃。你们有吃过这个吗？你们有吃过这个啊？麻辣花生。我知道他现在台湾好像不能卖，好像禁卖还是怎样。好好吃哦，跟你们分享。文编去大陆帮我买的，分享没用。买不到，买不到。等文编再去大陆的时候再叫他买代购，可以代购哎、欸。嗯。哦。对啊。那、嗯、我们买不到的话可以代购。金凤边吃饭边看直播。谁？金凤。金凤不错哦。金凤棒棒。
好，来，再是蕾丝款，蕾丝款颜色有黑跟白。陈立宇可以看阿允阿玲，谁？于君的，于君剪短头发对不对？我跟于君，我在吃那个，所以讲不出来。而且于君今天拍照穿的那件是哈口，我有买。哎呦！紫色拍照起来真的很好看。好的，来，黑色、白色蕾丝款，黑色帮我可以剪。蕾丝款，来，今天、啊、小女生的衣服，颜色有黑跟白，黑跟白两个颜色。然后呢，它的前面的蕾丝它是软的，软蕾丝。不是那种硬挺的蕾丝，然后呢，它下面这里呀、啊、有做松紧带，可是呢，就是一个造型而已，它没有收在你的肚子上，完全没有。对，然后我觉得它蕾丝提花很漂亮，然后呢，它这里手袖还蛮特别的，有没有？它是做故意就是这样子加宽。对啊，老公说那件紫色很漂亮，穿起来皮肤很白哈，超漂亮。然后它这里手袖是这样子加宽，然后它侧面啊这样子有没有？它是有修饰你的手臂。如果你今天手臂肉肉的话，又想要穿凉的话，来，凉的话，可以请他凉一回。穿凉一点的话呢，你就是可以选这一款，因为它旁边这里呢也是故意有做这样子，所以呢你里面如果没有搭一件也是 OK。可是我就是建议你们就是穿那种运动背心，因为它前面这个蕾丝啊，因为我今天是穿运动背心嘛，所以它这里肚子还是会有一点点镂空。如果你不想要让人家看到你的巴豆的话，你可以穿那种比较长一点点的，然后有罩杯的那一种内搭，好不好？然后颜色呢有黑跟白，黑色跟白色。来，这一款的编号是0505，打折下来呢是1140，胸宽57，袖宽20，衣长呢前面55，后面60，可以穿到 XL 号哦，可以穿到 XL 号。它后面呢是素面，可是它后面是棉，所以后面是有弹性。前面呢是蕾丝啊，蕾丝这是没弹性哎，有没有？前面这个是没有弹性的，可是后面是有弹性。然后侧面很好看，我觉得它肩膀做的还蛮特别的，有点像那垫肩，可是又不是垫肩，有没有？这边肩膀感觉比较有精神，垫肩有精神。对，来编号05哦，编号05，喜欢的05白加一，05黑加一。我在镜头上好像比较高哦，因为我刚才一直讲抖肩哦。对，你在跳抖肩吗？抖肩舞，来抖。不是有一阵子很流行抖肩舞，有没有？就是这样，对，然后是，你脸要很严肃，等下，不能笑，可是不喜欢，你给我出来，这样。对，然后就两个一起这样。对，那全部你写一起，我丢上回。我拍条叫小贺啦。哎、欸，你知道这阵子突然发现我隔壁邻居啊，很少看到，然后又听到风声说什么他们在搬家，我吓死哎、欸，我还以为我要换邻居了哎、欸。啊、结果我就不是刚才用那个照片说那个客人很像我的邻居，对啊，然后我就前天就传讯息给他，我说你在外面又有买房子哦，他说没有啦，我说我怎么那么久没有看到你？对，他说我现在就是住在新市姐姐家，我想哈啊怎样啊？啊你厝要买，看不会被带走？是发生什么代？没有，因为他上班比较近，因为他住在新市，因为他工作在新市，然后小朋友上课也在新市，然后所以他就是想说不想要这么奔波。然后所以就是住外心思，房子刚买而已，然后就没有住家了，没有，超奇怪的哈，太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奇怪，我们就突然邻居什么都好久没看到。啊，三隔壁没住人，有偶尔他说偶尔也是会回来啊，然后我就说哦还好，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要换邻居了嘞。哎、欸，其实邻居真的很重要哎、欸。对啊。邻居真的合得来的，真的要很重要哎、欸，真的，因为我们那一栋其实也发生还蛮多事情的，所以我觉得邻居真的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就是我的隔壁的邻居人还蛮好的，就是我们是互相都会互相，像那踢一踢啊什么的，我们都是会互相整理。对啊，然后其实如果你遇到不好的邻居我跟你说，他的门也门口靠叫不全没改扫嘞，对不对？对啊。对，就遇到那个就会觉得很烦。好了。
我连邻居的事也都讲出来了。我怎么那么搞味啊？好了，让我拍照咯。这个编号是05哦，05。这个是蕾丝款，蕾丝款，然后就是属于比较女生一点，然后就是比较怎么讲，比较没有那么休闲，好不好？你上班也可以穿，然后请客约会都可以选这像这种比较有蕾丝提花的。这个下半身如果你配那个，我跟你说63号也很好看，歪掉。上次我们去连线的那个63号的那个牛仔宽裤，下面如果搭牛仔宽裤也会非常的好看，好不好 ？OK， 那我拍照喽。对啊。OK。OK， 好的。有想要看我穿什么颜色都要说哦。然后再来是我的裤子，裤子呢有四个颜色，还蛮多的哦，四个颜色。然后它的长度啊，大概是六分裤。如果你不想要穿太短的短裤的话，你们可以看这一件，因为它的面料也是很薄，然后呢是衬衫棉布料，然后颜色有黑。然后你看它口袋有没有很可爱？它口袋啊是做那种撞色设计的，黑色呢它是配条纹红色的口袋，小口袋这样子。这个是真的可以放东西的，你可以放两个50块，然后旁边呢这里也有口袋啦。嗯，嘿，啊，这是几袋当客名单，就放小东西也可以。然后这个是咖啡，咖啡是配杏色条纹，杏色的条纹。然后绿色，绿色呢是配绿色的条纹，绿色的条纹。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蓝色，蓝色呢它就是配蓝色的条纹，然后有口袋。它面料好薄哦，这个真的是夏天哦，夏天的短裤，夏天的短裤。然后有一些妈妈们，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会说去很想要穿很短很短的裤子，这个就很有安全感，有没有？如果今天要回婆婆家，今天要跟长辈出去的话，你们就是可以穿像这样子啊，跟先生老公出去，你就换再换短一点点的。对啊，对不对？哎。当然了，要看一下场合穿裤子啊。对啊，哎呀，别再为穿嘞，大家小公啊，等你打电话，不要写论，等下我请假背。哦，好。来，这件短裤来，编号是六号。来，这件打折下来是1240，腰围呢是31-50，臀62，大腿35，裤长61哦。啊嘞，有弹性吗？诶，我看看，我买。眉毛现在没弹性。这个面料，衬衫棉布料是没有弹性的，没有弹性。然后呢，后面的口袋是做假口袋，它有做假口袋的设计，好不好？那我现在穿的是蓝色，喜欢的要打06蓝加一，06黑加一，还有咖加一，还有绿加一，好嘞。版型很好看，版型很好看，然后也不一定要搭这种蕾丝款，可以如果搭棉T的话也是可以的。有没有搭棉 T 也是可以，搭棉 T 也是可以，然后搭蕾丝款也可以，因为像这种裤子其实都很好搭，搭像这样子也可以哦。所以你几十位呢？颜色都是哦，可以穿像一套的，也可以这样子搭。OK， 好，那我要拍照咯，你们都没有人要跟我们讲话、哦，太安静了吧？嗯。起床了呢，不要睡觉哦。没有买没关系，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那我拍照了，那我先拍，先拍安尼，安尼嘛好，休息吧，好，分开嘛。1、2、3，好。我在等我的衣服出现，呵，上了，红袜，好，哎呦，来，两个手。
盘啦。耶、歪牌的，怎么都穿到歪牌的、啊？我的衣服出来了，好好看的一件棉 T 哦，虽然它很大件，可是我跟你们讲，歪牌他们家就是故意就是穿那种大大宽宽的感觉，可是它穿起来不会蓬，虽然它大件，可是它穿起来不会蓬，它穿起来版型真的好好看，重点是它布料好凉哦，超凉哎、欸，来。它有两个颜色，我觉得它的咖啡色也很好看。我觉得它咖啡色也很好看，因为它这边是做格子的，它有拼接格子，它是口袋哦，它是做口袋式的，它是做口袋，都要叫这些格子，超好看的，一穿起来有没有？我听那个阿公讲，啊，我告诉妹妹，我刚好看、啊，我剪头发没有哎、欸，我是去烫刘海，所以它今天有点呆。就是刘海有点呆，不好意思哦。明天是阿颖要去剪头发，不是我。我上次前几天去烫刘海而已。来 Y 牌他们家的 Y 牌，嗯，有 Y 牌的点点裤吗？没有哎、欸，就是这次我们有进牛仔短裤，这次我们有进他的牛仔短裤，有两个颜色，最新的 Y 牌他们家的。很好看哦，我跟你讲，这件你们可以加，因为好便宜，这一件真的很便宜，很可爱，可是就觉得在镜头面前就觉得，哎、欸，好像有点短，然后有点好像太 Q 了，有点太 Q 了，不会，上衣不会很厚，上衣是薄的，我跟你说，这件真的很薄，它真的很薄，你们不用担心，它这个是薄款的，是很凉。太厚的，说真的，就是台南也穿不到。你穿了你也刚刚就热了，可是它这个是很凉、很薄，它就是薄薄的，看得出来吧？就是哇呢，啊呢，哎，它真的是薄的，你们不用担心，这件真的可以加，很好穿，真的很好穿，890哎，有没有？有没有搞错？890，赶快加起来。这个我记得，这个是要卖1000出。如果我们正常卖家是卖1080，我跟你说，现在一件890元，跟你说两个颜色都可以买，两个颜色都可以买。其实它有四个颜色，可是我们就进了这两个颜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真的比较好看，它应该是三个颜色吧，我印象中。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哦，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只要890哎，890 Y 牌，你们真的要加起来了，好不好？真的很便宜。我们卖的真的很没有，我们天天叫我们是佛心那个佛光山呢、欸。佛光山。对，编号07哦，然后颜色有黑色跟咖啡色，两个颜色，布料是薄款的棉，它真的是很舒服的棉，890元，这个真的不用考虑了 ，S 到2X都可以穿。重点是它是宽的哦，它是就是大件的棉 T， 所以如果有的你们不喜欢就是太大件的这一款就。你们可能要看下一款，好不好？因为它就是大，它就是大。Y 牌的质量很优，也很棒，真的。怡君，真的，他们家就是，其实你看哦，你安尼吊起来，你也感觉吼，主要做短领还就还好。可是重点哦，他们真的穿起来，就是你看它的侧面，看它的侧面有没有，就是很有型，很有态度。890元可以加了，他们家的衣服真的可以加，两个颜色有咖啡跟黑色哦，好不好？两个颜色都很推，因为它咖啡色你可以配他们家的蓝色的牛仔裤，你可以这样子搭配哦，很亮，真的很好看。就是如果你喜欢黑的，你可以这样子搭配；如果你可以，如果你喜欢蓝色，可以配黑色的也可以，也很好搭配哦，好不好？这个真的都是很好搭配的上衣，就是一套都是 Y 牌他们家，裤子也是哦，上衣也是，好不好？裤子上衣都是，这样 OK 吗？可以。那我要拍照咯，啊，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自己加。好的。好的。哎，夹多少夹吧？很饱吗？很饱。那土豆真的好好吃哦。哎，省一点没有了嘿。我家还有两包啦。哦。我买四包啊！你看我今天叫老师传给我的，哎呀，好可爱、啊！哎呀，好可爱呀、啊！镜头在哪？在这里，在哪？哦，
我今天叫老师传给我的。哎、欸，你知道他已经学好几个月了，然后老师都还没传照片呐、啊。今天他传了、哦。我是今天才讲的，老师才去拍。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好可爱、哦。小只的肥天鹅啊，好可爱，那肥天鹅，因为你看他肚子，你看他肚子，真的好可爱哦。我、oh, 真的好可爱哦，好笑哦！你别跟我看啊，跟谁？跟我哥哥谁没出来啊？好可爱，你看他肚子，哦、oh, ，真的好可爱、哦，肥嫩的天鹅。哎，好吧，好热，尾巴，我们不一样啊。喂，用了什么音乐啊？很可爱哦，对对对对，超级可爱。无爱听，你甲讲无爱加听的，安尼就好啊。他的肚子。哦、肥嫩嫩的。好，饿啊，饿。嘿，沙茶芥蓝牛肉。沙茶芥蓝牛肉。你没有玩早餐吃啊？啊，七点。啊，七点。七点啊。好。嗯、吃那么晚？对啊，七点。好。哎、欸，拍了吗？还没啊。好。你比较我们不一样啊。你爸那个铃声为什么要用我们不一样？我找个东西啊。哦，是啊。那跟我爸一代是用手机耶、欸。哦，打电话的。好。好。我们不一样。对。好好笑。不一样。高嘴角。是吗？真正高嘴角。真正高嘴角。高嘴角挺肥。高嘴角。哎、欸，那我先报口，不要花我啥嘞。有客人在问。哦好，来歪牌家们，歪牌家的裤子来了，歪牌家的裤子来了，来编号八号，两个颜色，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说，我记得他们家的裤子是两年前有卖，那时候也是两个颜色，可是我后悔只买了一个颜色，因为真的很好穿，他们家裤子就是穿起来刚好，然后裤管它是宽的，所以你大腿看起来是瘦的。我这次一定要再买蓝色，你们记得吗？之前 有卖他们家的短裤，然后我只买了黑色，后悔没买蓝色的呀，所以这个我买了买蓝色的呀，我觉得好好配哦，就是他们家的裤子配他们家的衣服，或是配那种宽版的，就是大大的那种衣服有没有？配他们家裤子真的都好好看哦，我跟你讲，真叫做秀，真叫做秀，这条看1430而已。你们真的懂买懂家？以前他们家裤子要1800呢，对不对？哎，对啊，1700-1800。我跟你说，这个价钱你们真的可以包两个颜色，不包你们真的会后悔，就跟我一样。那时候就是怎么只买黑色，然后要订的时候他们已经断货了，所以真的很后悔，他们就没有再出了。然后这一次啊，刚好夏天到了，有没有？他们有出一样的呢，就是很像，真的很像。因为我穿他家的黑色穿起来，哎，感觉很像。只是说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边，他们这一次前面这边有做，你刚好看到前面叫这两件，之前那一组是素面的，啊旁边是有一样有，就是有染色染这样，这旁边我觉得都一样，然后只有插在它前面这两条线，它有做这种撞车线啊，它这边有做两条车线，啊不然其实好，我觉得都。颜色啊，还有它的版，我觉得版型都一样，前面就不一样是这里，真的要买，重点是只要1430，你们真的要懂买懂家。我记得之前卖那件牛仔短裤是1780块，你们之前有买的人齁，可以帮我反馈一下，之前有买过就是 Y 牌他们家的短裤，牛仔短裤，之前我们的卖价就是1780或是1800多，我其实忘记了，大概是这个价钱。真的要买，好好看哦！来，这是编号八号。来，它的腰围的话是32-57，有57耶哈，可以穿到 XL 号哦。臀围60，大腿33，裤长47，裤档38。哎，有弹性哎！布料你看哦，它不是没有弹性，它布料牛仔布料是有弹性，所以很好穿。它的布料不是那种哦，没弹性、没合情，它的布料完全，它布料牛仔布料是有弹性的哦。这一件你们一定要买，我觉得它真的很便宜。你们之前有买过的人就会知道 ，Y 牌他们家的牛仔短裤
价位到底在哪里，好不好？两个颜色哦，我穿的是黑色，我穿的是黑色，好嘞。而且它长度刚好在膝盖上面，就是不长不短，我觉得刚刚好，我觉得刚刚好。两个颜色都很好看，你们喜欢的话，两个颜色真的都可以加，好不好？喜欢的包打包加一了啦。金家绝合款，然后整个有没有就是它的颜色刷色很漂亮，然后是 Y 牌他们家的，质感真的很好，喜欢 Y 牌他们家的你们就要买起来了， OK OK， 那我要拍照咯。等金家在困呢，金家在困，我怎么自言自语啊？啊啊 OK，啊，喜欢的可以自己加哦。你们在睡觉对不对？还是没人喜欢 Y 牌的、啊？我蓝色也很好看的、欸，要穿蓝色给你们看吗？好。哎、欸，怎么又挂在我头上、啊、好了，就换一个蓝色给你们看好了。你要在如果一定要在处理韩国嘛，拢安尼，拢搞动作，我是行动晒衣架诶，一摊开口落皮里外辛苦。因为我刚刚不知道要更你对待你那个狂咖哥是开歌舞啊，行动塞一下，就我直接往我头上肩膀丢。哎、欸，你是我好朋友呢，好那个当机呢，对不对？我塞一下是可以的。对啊，是好的当机呢，我、哦、是豆桃啊，对不对？豆桃喝。对啊，给他补一盒。你看那蓝色穿起来是这样，好看，真的很好看啊！重点是很便宜。Y 牌呢 ？Y 牌呢？不是他牌呢，是 Y 牌耶。Yeah. 对啊 ，Y 牌他家裤子牛仔裤真的可以，真的可以耶。马吉对了，马吉，我们认识几年了？嗯，十几年了哦。应该十，我女儿现在十一岁，对啊，22岁。嗯，然后我在，然后你看她12岁，然后你还没结婚就认识了呢？对啊，对啊。所以那应该有14、15年哦，十四五年嘞、欸嗯，哇，吓死人！好恐怖，这么久哎、欸！对啊，一年啥个年纪，然后再往前推2、3年啊？对啊，对啊，对，对，现在好可怕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做你伴娘哦。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嘛，2、3个月，我们还去喊恁翁咧开一台，啊，我喊我翁开一台，嗯，对不对？然后去那个什么啊，台中。去那个什么啊庙，不是去小潘潘开的那间叫什么啊？小潘潘他哎、欸，所以倒了吗？那边应该倒了吧？我嘛不在。上衣有口袋吗？有，在他前面这边。对，铁说想倒。对，千鬼 A 嘛，倒。对啊，对啊，就有他前面这个衣服是有口袋，就是他格子前面这边是有口袋的，然后他裤头是这样，裤头，那个秋萍裤头是这样，真的很好穿。然后呢，它的布料都是有弹性的哦，它的牛仔布料是有弹性的，整件都是有弹性，真的很好穿。蓝色是这样，蓝色，从少女到少妇，对。对啊，金奶奶，好可怕啊！青春，对啊，青春啊！我还有一件上，对对对，我想慢慢一直站起来。我还有一件上，好的，慢慢讲。看又败家了，真的是可以的，很好看。来，我跳号一下哦。有没有可爱？你看 Y 牌他们家会做这个哎、欸。想不到吧？他讲他肯定啦，你看去我帮他订一个，你看，我正想我袂消伊，他讲等我要上市。冻哦，好，你讲话冻的，你去帮即马搁小块，你烧烧，足久安尼，肯定我是礼拜天去的，下礼拜六。啊，遐有棒哦！就是我去行迄撮什么？棒你会惊？敢惊？肯定还好，肯定还好，肯定是该人嘛。啊，佮伊嘛过足久啊，伊无安怎？无法做安尼，无会。你看到我很热哎、欸，嗯啊、我跟你很快开始揪，我跟你 Q 帮他加呢、欸，而且你帮他还在动啊，真歪歪呢、欸，很棒。啊，无安那，你若定定囡仔幸福了不恐怖？有啊。来，而且我觉得它颜色做得很漂亮，很特别啦。
好不好？所以它好像有四个颜色，然后一样，我就是选了两个颜色，我选了灰配粉色，然后呢，还有一件是浅灰，它是花灰色，然后搭浅灰色的袖子，有没有袖口？然后你看这个微笑，我觉得它的配色，然后它的微笑，它的显真的哦，不买真的就是对不起自己，有没有？就是很想要订，然后订回来自己买。重点是我跟你说，它面料非常的薄哦，它不是厚的，它是薄的，有没有？以前它嫩嫩，它是薄的哦。然后你他们家的衣服就是配他们家的牛仔裤就对了。来，两个颜色哦，哎，这是灰跟什么？灰跟浅。灰跟浅灰，我这个是灰，浅深灰。哦哦，深灰跟浅灰两个颜色，喜欢的话帮我打深灰或是浅灰。这件只要960元，来胸宽的话63，袖宽29，衣长76，下摆65公分，有弹性，一样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哦。编号21，有深灰跟浅灰。有深灰跟浅灰色哦，吼，有两个颜色，你们喜欢都可以自己加。然后它这个微笑是刺绣上去的，整个是刺绣上去的，所以你们喜欢的话自己加哦，吼，两个颜色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很特别，好不好？那我就先拍照咯，可爱，够水啦，外牌直接来背啦，而且面料非常的薄诶，因为配毛实在快，这个材料不会啊，我就刚刚好，哎，各位果粉，我们的 tempo 会很快吗？来跟我回答一下，你觉得我们今天会很快吗？还是刚刚好？可以跟我回答一下吗？刚刚好还是太快了？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会不会啦？都没有人讲，或者是啊，是咱是开唔着台啊，还是开着我的啊？我人起来赢了我，可能哦。好，我要检查设备一下。好，我不要干了，看。好，都没有人回答，奇怪了。OK 啊，他们都说 OK 啦，真的你这种 tempo OK， 不会太快哈，刚好啦。猪猪说刚好啦，他一拜花呗我，哈哈哈，超恐怖，拜一拜花呗，拜一拜花呗啊，啊你们正常啊，拜托拜托拜托啦，拜托，那再来聊天姐，我再问一下，虽然时间过得比较快，哎，你们有没有认识台南在开那个眼袋的啊？虽然我知道我已经问很多次了，都没有勇气去做。然后最近会觉得说，就是上次韩国回来，就是可能很累，然后呢，就是那一天回来就哇，那个眼袋。隔天我先生讲说，哇，你把酒洗啊，诺，你早起你早起啉茶还是你快把酒睁开？然后就。哦，我紧张。然后有时候直播吼，就是去韩国，就是到晚上我们直播，那个眼袋真的很超明显嘞，在韩国超明显。对啊，虽然阿云都跟我说啊，无够爱睡，看唔敢去。真的。啊，讲真嘞，真正就是。迄朋友讲的啊。哦，迄朋友讲，讲无够爱睡，你就袂想要去用。你若真正做爱睡有无，你就会去用。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就是有插到我的感觉，就好像真正无工作。做高爱睡，就是没到没有到那个点就觉得没到爱睡，欸，我朋友超勇敢欸，对，还去就是什么都有，对，然后眼睛，然后还去打什么？哎，啊，有人用眼袋吗？告狼用眼袋，是不？你弄他笑脸，告眼袋，有黑行会没关黑，有隆鼻呀，啊，割双眼皮呀，啊，这隆鼻到底是啊？那你们你全身麻醉吗？就欧凤姐，欧凤姐，就是，然后还去打什么？那个什么婴儿什么蛙哥啊，什么天鹅颈啊，搁拍上面我顶下有干懵，所以我很想额头超饱满的，就是，我想说，我刚刚因为我刚刚就是我们两个有现在有在做直播，然后觉得那个脸啊，其实人家直播主的脸都看起来很漂亮，你看阿宇，你看嘿皮肤加好点，嘿拢阿伯什么眼袋，我满乌汪，你戴眼袋，哦，有你嘿是一种嘿动一次就停不下来，真的吗？哦，我也希望我停不下来。那口袋要够深呢，欸。哦，不行不行，我可能只能眼袋而已，跟雀斑呐，啊。那口袋要够深，欸。我想要去做眼袋是我的梦想，就是从我那时候
有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是我遗传到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嘛有啊，啊我妈妈没有，我爸爸有，啊我哥也没有嘞，只有我有，然后就觉得那时候就想说，哦，以后想要赚钱的时候自己去做眼袋这样子，啊现在有工作有赚钱了，可是就不敢去，因为怕痛啊，所以刚才我前几天我有看到那个一个什么周姐哦，周姐她好像还蛮有名的，在台北有开店跟。好像最近有台南有分店，那个做了会上瘾哦，哦非常好，可是要赚上瘾，对不对？我想要上瘾，有没有？就会一直想要去动那边。可是我讲真，我真足惊，我迄阵就要甲阿文讲，我们有去询问哦，那我可以询问中正路迄间店，然后佫有一间我袂记对啊，然后他有啊，佫有一间什么新啊，伫迄种新天地我斜对面那边，哦对对对，嘿迄间，然后他说我大概做起来多少钱啊？好像十几。好像几万啊，好像六七万左右。对啊，要口袋要够深，我真的不够深，所以我考虑很久。然后像阿文讲的，今麦不是钱的问题，今麦是会怕失败。对，怕失败，因为有的人他开完眼袋，眼袋他这边有眼那里，他可能抽太多了，怕失败。对啊，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周杰那个院长，他就是专门在开眼袋，然后就有询问他。然后我觉得他做就是他有成功的案例啊，他就是会分享会po出来，然后就觉得哎，真的就是很有感觉，很有感觉，真的很有感觉。然后一直想说，我够想没有那么够做惊。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前面东大门那边的时候，那九姐的 P 课，对，伊某也要跟他分享，伊某伊毛利用，然后他做三万嘛，对，然后他可是他有加那个舒眠。哦，对啊，他有让他睡觉是加3000，那我觉得哎还可以啊。啊，你看，这两只秀金麦撸啊撸骨，金麦门票要6万多，六七万左右吧。嗯，好想要一劳永逸啊，不要那。我朋友就打肉毒啦，打什么？我想要焕然一新，就是让你看一下看一下不同的阿里。可是他有说，就是如果是一个疗程，他是打肉一个疗程，他是直接包课程，然后一个疗程就十几万。一共就是要补，不然就是白打了，然后打了就是不归路。有功啊呢？可是我看一个疗程十几万，可是就是要补，你要定期去医美给他补补、哦、啊。可是如果你看了、哦，你做到一半，然后你就没做了，你后面都没有去补啊，你一共那就是白打了。哦，对，一共打了是不归路啊。可是像眼袋有一劳永逸，对。可是你说的是啊，他因为他是打那种肉，哦、有肉毒去中黑了。然后他上次他去打了什么额头什么的。哦、我想说哇，你的额头怎么那么这么薄饱满，然后很亮？他说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想打这个应该要去韩国打，因为韩国比较便宜啊、嗯。对，可是没有，他在安平打的。安平在这边啊。他在安平打，要介绍这一间。他说这一间还不错。白璧美学，对，我们听过的。对啊，他说如果我想要打的话，可以去这一间。哦，啊，这个就是专门在打这个的。对。哦哦哦。果粉们，你们有没有人住台南？有没有去？没有，应该问说线上有没有人打过，会不会痛？哦，线上你们有没有人去？不是，有没有去开眼袋过的？你们有人去开眼袋吗？抽眼袋，老人还会有哦。啊，所以不是一劳永逸哦。真的吗？萨库拉，真的吗？所以不是我今麦就是用用了，它就不会再长眼袋出来了、哦。自然美就好，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可是我说真的，就是那个眼睛的部分呢、啊，我还蛮在意的哎，因为。就是在拍照或直播的时候，这个眼袋真的跟那个法令纹啊，好，对我还有法令纹，定期保养，不然老得更快。有了，我现在有在保养啦，就是体内保养我都有在做了，就是什么胶原蛋白啦 ，NNN 呐、啊，阿哥上面是保健食品啦、啊，都有吃。我现在还蛮注重胶原蛋白，因为更年期有没有，就是皮肤真的会比较干，所以真的要吃胶原蛋白。要维持就要持续做，有朋友去做，当然要常保养。对，我阿布年轻有抽眼袋，现在又回来了，所以真的会复发、哦、哇，真的会复发啊、哦！安尼是这会有啥物路用啊？我跟你讲，以后挂墨镜好啊。哎、欸，以后直播咱就挂墨镜。哦哦，哎、欸，这方法嘛未歹啊。啊，咱去韩国买去目镜回来，8000几，要求8000块真要贵。我们上次看到那个眼镜超贵、欸，现在很夯的那什么代购眼镜，一件一个都要10000多块，代购10000多块。对啊，我刚刚说是什么？我要给摆几个目镜再贵掉。做一次就要一直做，嗯、
对，像做医美一样。对啊，就跟我朋友讲的一样啊，他就说，是眼袋也这样吗？他就是可能你就是也会有老化啊，也是要补啊什么的。哦，那我现在可以先漂亮一下就对了。可以啊。就让自己有没有？哎，欸，我现在42岁都没有看过自己没眼袋的时候，都是一直在那边。哎，欸，我看你看，我很想要看我瓜子脸的时候啊。今天，不要头皮痛 ，SU 今天拜托回家。可是应该是真的很痛啊，我觉得。对啊，因为我觉得我42岁了，有没有都没有看过。可是没关系，你要想象说没关系，最痛的生小孩都过了。可是，你就幻想说啊，我去生小孩了。今天。欸，你们大家都喜欢这种话题啊，衣服都不想看就对了。直播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本人漂亮根本没什么眼袋。对呀，啊，美香。哦，对，美香点解来？搞我根本就一二七，更年期。对，美香做的要定期保养。地心引力不归路啊！要得掉，要啊！你掉了。哎，我有你讲。恭喜完就好，再这样开心心情就笑死啊。可是说真的，就是不要看自己的时候觉得很美。什么意思？不要看到自己就很美，不要照镜子啊，就觉得哦，我没有眼袋。可是照镜子之后，哇靠，这眼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有那么夸张啊，不然嘞，哦，你不要一直 focus 这啊。可是你看我应该会先看到眼袋吧。你不要说谎，你看到我是不是都看到眼袋，对不对？你以为是在你要吧？你干嘛挖洞给我跳？你笑就是代表你看到我就是看到眼袋。没有，没有，没有，第一眼的就说，哦，这个女生，哦，胸部很好哦，没有，胸部很好，就是哦，胸部很大，可是看到我感觉，哦，这个女生眼袋很大。哦，你好，眼袋真的是，好笑哦，我的眼袋啦，哎呦，笑死我了。哦，思云，不要细看就好了。连思云这样子讲，思云之前也是这样，我就跟他说，我哪里怎样的，你不要细，你不要仔细看就好了。我说好，不要仔细看，他叫我不要仔细看，就看不到了。思云很直男。那我跟你说，等我脑花眼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就看不到你的眼袋？对，啊，脑花眼就好了。啊，我跟你说，越来越看不清楚，与老花眼。对，可以哦。嗯，笑死我了。有呀，就是没有，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正经点，老板在看。真的呢，我头家哥想说，啊，你是大哥，你开始起笑。对啊，你们两个到底是安怎，是要卖衫无啦？哎，欸，可是你看我们卖衣服，你们都不理我们，我们就不想卖。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聊天比较好。我们就聊天好了。对啊，哈，对不对？好，来啦，正经的，正经的啦，好啦。来，这一件来了，颜色呢，黑跟白，黑跟白。然后呢，黑色它就是有撞色，因为它的这个领子是白色的，这个颜色很好看。等一下我也会换。然后这个是白色，白色就是白色配白色，这个就是比较同色系。然后我跟你说，它的面料超级好。那个文婉你可以穿这一件，因为它版型算小件的，这个你来穿也可以。然后它的面料啊，身体这个面料是衬衫面，然后上面是接种软的蕾丝，后面呢有一排扣子，后面有一排扣子，然后这个是没有肩线的，没有肩线，所以任何肩宽都可以穿。然后黑色也很好看，黑色呢我们客人订了很好，就是如果来现场的人都会订这一，都有订这一款。这一件呢打折下来是1210，胸宽63，袖宽18，然后衣长59，没有弹性，可以穿到 XL， 可以穿到 XL 哦，可以穿到 XL 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我跟你说，夏天穿这个非常的凉，因为它很薄，
它很薄，它面料超级薄，然后后面也做得很好看，就是有一排扣子，好不好？然后颜色有黑，然后白，黑色跟白色。然后这一款呢，我也觉得就是比较偏女生，然后 lady 一点点的。然后你下面如果要休闲的话，你就是可以配这种短裤啊，牛仔短裤、牛仔长裤、宽裤都可以，这个也都是很好搭的。然后这个领口也很漂亮，那你们近看，这个蕾丝超级美，然后是软蕾丝，完全都不会刺哦，在脖子这边是舒服的，好不好？一二一零哦，一二一零，喜欢的打零九白加一，零九黑加一，好嘞。那我先拍照。啊，光田医美你打的去干什么？啊，光田三哥开始点名。哈哈哈！哎呦喂，好好笑哦，真的哎，好好笑哦，倒吊走路，这蝙蝠。还不错啊，这样才不会有地心引力啊。真的，当女生太可怜了，真的很可怜。好，女生的钱真的很好赚哎、欸。我刚刚因为赚不起啊，因为要用的东西，要用的，我觉得当女生真的很辛苦，就是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然后想要用的东西也太多，然后想要买的东西也太多，然后家庭小孩也要用，然后自己也要用，对、啊，所以根本就存不到什么挖哥钱。对不对？知道啊、真的，真的，真的存不到什么钱，因为都花花光光。好，来，再来是我的裤子，哈、哦，这件裤子真的是，黑色上面啊，元老，对，它真的是元老了，它真的是 N 年前哦，我们就已经有买了，然后到现在你看它还是有在出，只是会有些许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呢，版型穿起来都一样，只是它的面料也都用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车线啊，有没有？上次黑色好像是黄色的车线，然后这次呢是白色的车线，然后后面的口袋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蓝色，蓝色呢也是白色的撞色车线，超级好穿，这件你们一定要包色，一定要包色，因为真的好好穿哦。来，编号十号，一件才780块，对啊，真的有够俗的啦。我跟你说，你去年、前年有买的，已经穿旧了，或者它已经褪色了，你们就可以换新的了，因为这个很便宜，好不好？这个很便宜，一件才780。然后你看它的裤头，有看到吗？它的裤头是很弹的那一种哦，XL来穿是也是舒服的哦。然后整个面料都是有弹性，整个面料都是有弹性的。然后我现在穿的是蓝色，然后还有黑色，两个颜色都必买。我这个好像有各。各两条，我们之前是买各两条，那当腰无夹，我们之前是好像腰有一条，对啊，然后后面我还有买到像这样子的裤头，然后之前我们是买一条，有一条那个很像皮带的感觉，然后今年它是出像这样子的，很好穿，这个就是你要休闲也可以，你要时装也可以哦，你是搭比较雪纺的那种，它也可以搭哦，然后搭像这种 lady 的也可以搭哦。有没有？它其实是很百搭的短裤，然后夏天到了，其实短裤也可以。然后如果你在台南的人啊，你就是防蚊衣要擦一下，好不好？防蚊衣要擦一下，整个面料都是弹性的，真的很好穿，而且穿起来非常的凉。对啊，对，可以穿到XL，然后喜欢的直接打10蓝加一，然后10黑加一。我现在穿的是蓝色。而且我觉得它长度很刚好，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大概是三分，然后口袋是这样。这个之前去年有买的有吗？有买的举手一下，有没有人有买举手？我们两个都各二。对啊，我们包色又好穿，然后今年你们买更便宜。对，因为之前我们买好像我记得好像卖800多，八百多，现在只要多少？780。对啊，好，真价。今卖今价780呢，之前我们是好像卖800多块，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降价一点点，所以呢，我跟你们说，你可以赶快现在买，然后去平分你之前买的。对啊。对啊，可以去 cover 掉，真的太便宜，都780，有哦，你们都有买，真的，我跟你说这个是。这个是阿米口啊，国民裤子、啊。国民裤啊，整个都是国民裤了。就是你们如果跟我们久，你们就会知道这件裤子啊。这个真的是国民裤，因为我们这个是真的很常卖，每一年我们都会进啊，每一年我们都会进。然后你们就是如果真的穿旧了，你们就是可以换掉，因为一件真的没有多少钱。对。好，你们换就可以换掉，或者是买来送那个女儿啊、妈妈啊都可以。
女儿妈妈都可以，因为她从 S 到 XL 都可以穿 ，S、M、L、XL 都可以穿。然后面料是薄的哦，薄的弹性牛仔哦，这个面料真的很棒，而且它的那个面料是有一点点那种牛仔纹路的，不是整个是饱和的黑，这个颜色要打黑对不对？可是你看上面啊有这种十字纹，超好看。然后蓝色我等一下脱下来可以让你们近看，蓝色也是有这种纹路，因为如果是深蓝色或者是深黑色，胳膊像你喝垮，我觉得它这个面料啊是真的很棒的面料，就是它不会那么的深色，所以夏天来搭衣服是很好搭的，然后整个都是有弹性，尽量就合情。好，对啊，我先拍蓝色，我等一下换黑色。建议你们要包色，因为780真的才780真的很划算，好不好？因为你只有买一色的话，还想要再追另外一色，怕断货了。对啊。OK。OK。然后我换黑色给你们看。而且它的裤头真的好舒服哦，它的裤头啊是不是那一种很勒的那一种？对，舒服的，它是舒服的裤头。你看我刚才又在那边照，我又想要买第三件了。我觉得可以买耶。啊，之前的那个旧的有没有就可以把它淘汰掉了？有啊。嗯，全部是没绑紧，先找我再找。先看一下，就是先甲问完，不会太早。我今仔问一间，伊甲我讲房间没有了。哎，十八号讲都客满了。十八号有什么话客吗？伊讲遐，他也觉得很奇怪啊。有什么节日吗？没，他就一个什么滑雪，迄种滑，迄种两个种飞，就是第一种滑雪。系啊。然后我去换了黑衣色，上衣过了。然后我上衣啊是九号。我上衣是九号，然后我现在换九号的黑，黑色是我们定比较好的，黑色是我们定比较好的颜色，因为它这个是有，就是它的领子是白色，然后配黑色，就是很对比色，很好看。然后我去配了黑色的牛仔短裤，你们也可以这样配，因为你看哦，它是跟衣服，你看它虽然都是黑色，可是你看它跟衣服的颜色就是有落差，这个就是黑色了。然后这个就是带一点，它是牛仔的黑，有没有？它面料是不一样的，所以啊，你不用担心说啊，你配你黑裤又配了黑上衣不好看，其实不会，因为它是不同的黑。然后近看它的面料，远远看这个牛仔的面料超级棒，它上面是有这种纹路哦，有这种十字纹的纹路，超级好看。这件裤子你们真的一定要买，真心推。真心真心推，如果你真的之前有买过了，你也可以买一件给妈妈穿，有没有？妈妈啊，姐妹穿，因为它其实不是那种很短的短裤。上衣的材质是衬衫棉，然后这一块是蕾丝，然后这个是衬衫棉布料，整个面料超级轻，这件衣服你穿的完全没有感觉你在穿这件衣服，因为它面料很薄很轻。然后这个肩宽啊是任何肩宽都可以，因为它是没有肩线的。然后就算你肩宽比较宽，你穿起来还是会有包下来的，因为削肩呢，它还是会有一个包，一个弧度，还是会有一个弧度，很好看。你们可以这样配一套，好不好？可以这样配一套，超级清爽，很凉，夏天绝对不会让你流汗。谢谢 SU， 上衣也很便宜哦，上衣好像1210，对不对？1210，然后裤子才780，超划算，真的超级划算的，你们可以这样子配一套。好了，我要拍照了。然后黑色，觉得黑色很好看。怎么办？穿的蓝色觉得蓝色好看，穿的黑色觉得黑色好看。不用犹豫啊，要包色。对啊，因为好便宜哦，真的好便宜哦，780哎，而且你看哦，它可以拉到我最舒服的位置。然后它的档还够，对啊，要不然很多裤子就是我拉到我最舒服的位置，它的档有点卡裆，啊这一件呢、啊，它的档是够的，所以 very good， 好，OK， 没关系。你给我个家，我不怪你。
哎，你们今天那个下午的那个日本啊，那个你们都还可以复习哦，然后可以复习到礼拜六，今天还礼拜四嘛，可以复习，可以再复习好几次。啊，真的不用考虑了，因为我跟你说，以后啊，我们的计划可能就是日本、泰国不会那么常去，可能就是半年一次，好、哦。可能就是半年一次，六个月一次，不一定啦，可能就是七八个月才一次。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泰国啊跟那个日本，他们在出新的东西其实不会到很快，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挑，就是不会那么常去。然后韩国是一定每个月都会去的，因为韩国他们店家就是每个礼拜都一直在出新款，所以我们去才有新的东西可以卖。可是我们发现日本跟泰国啊，就是怎么卖好像都是那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以后啊就是不太会常去。所以你看哦，现在有日本团，你们就要把握好不好，就要把握，因为有可能就是可能还要六七个月过后才会再去日本的，好不好？这样敢听有清楚吗？清楚清楚哈，了解。哎，好看啊，这裤子啊，然后穿起来版型很棒，因为它完全就是顺的，不会说穿的整个是这样子飞出去，不是，它是整个这样子顺顺的下去。所以啊，你看哦，它属于也是算有点宽一点点的那一种短裤，不是那种安内合合哎安内。如果像它的版型像这种窄窄的啊，你的这个马鞍这边感觉就会胖胖的。有没有？有没有感觉？这边就会觉得胖胖的。可是呢，它这个裤子这边整个是顺的，然后你会觉得你的腿特别细，就是它是有修饰你的大腿。哎，这个才780哎，哈？你在想什么？没有啊，这个才780，真的很划算，780真的太棒了。可以穿一下牛仔宽裤吗？牛仔宽裤。这边有第二条项链哎。项链。小姐姐扛一条。什么牛仔宽裤？卢恩，你是想要问哪一件的牛仔宽裤？哎、欸，太夸张了吧！到底也拍、欸？刚水壶，你很快吗？这。卢恩，你是想要看哪一件的牛仔宽裤？我们今天没有牛仔宽裤哎，还是你是说上礼拜我们连线的那种牛仔宽裤？因为我们今天款式没有牛仔宽裤。哦，看我们照片了、啊、哦，可是那件我刚好今天没有穿来，我也差点被文编打，我已经给他放鸟两次了，因为第一次我穿来他刚好放假，然后，哦不是，第一次忘记穿，然后昨天记得了穿来了他放假，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给他穿，我又忘记，哦天哪、啊，真的是都对不上哎、欸。我真的金鱼脑，我出门了，然后骑到一半才发现我裤子忘了带，因为那个文编也想要买那件真的很好看。那个卢恩，我明天再带来，如果我记得的话，那件超级好看，那件是一定要买。那件我们今天有追货了，哦，那件总共订了80几件哦，我看到后台那件订了80几件哎、欸，太棒了，赞赞，那件真的超级好穿，那件我好喜欢哦。那件我很喜欢，因为有时候就是不太敢，夏天有时候穿短裤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的大，因为我们台南蚊子很多，所以呢我就是比较常穿的就是牛仔宽裤。好、哦、不客气哦，不客气。好的，那么换阿玲，那你继续，各位继续眼袋的故事吧。没我这边问看看有人、欸、可是线上真的都没有人去用过哎、欸。对啊，还是不敢讲。没，哦好，啊，反正还是你私讯我们。对啊，如果在线上、欸、线上真的没有人说他有用过、欸，哎、啊，你们都没有人去动过眼袋哦。如果只是想要询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人去动过眼袋，然后感想是什么？因为我的周遭没有人去用眼袋的，我打量过笑脸啊，好像真的没有、欸。对啊，好像真的没有呢、欸。对啊，所以没有得知问呐、啊。对，就是没有办法得知，哎、欸，你们做完眼袋的那种效果是怎么样？真的。对啊，然后。很多人是跟我讲说，这做完眼袋之后会比较年轻，因为本来就这样会比较老。所以你就想象这样拉一下，还是我以后就贴着那个、啊？哎、啊，你把它胶带贴到后面，就这样。嘿，大家好，有没有啊？我眼袋有没有不见了？有没有？
就只有没就是的，你还变凤眼呢？变凤眼吗？对啊，不然呢？有没有？阿嘞？有没有？没有眼罩，有没有不见？有，有，对不对？有哎、欸，那这样呢？年轻五岁，我动刀这样年轻只有五岁啊？不能太夸张吧？哦，对，有啊，有哈，有。好啦，你用黑眼圈，你用眼袋啊？可以啦，啊我啊，小骨，我较疼的。刘海很可爱，谢谢玉慧。那以后会烫卷不卷吗？不要不要，很丑，我真的不喜欢那么，我真的不喜欢那么卷。我让我讲教我哥，我不要太卷，就是活解弯度了，好吧？我找一个弯度，贴胶带。可以啊，你说，反正因为你的头发会这样子嘛，然后你就还是我去那边用埋线的，然后叫他帮我拉到后面去。哎、欸，埋线其实很可怕、欸，我有看到影片，拉到后面，我有看过那个影片，人家埋线，然后吓死我了。你是丢搞吗？哦，你那是凤眼呢、欸？不要不要用凤眼，那看起来有点干。好啦好啦，有点干，我以为眼皮在跳。眼皮在跳了啦，丢干眼皮跳。哎、欸，这样跳起来，我丢起来。好，来，我身上这一件超可怕，不是。哎、欸，等一下，你可以专心一点吗？你可以专心一点吗？超可爱，哪里可爱啊？靠齐，我是说，我是说，不是可爱啊，我是沙灰，超沙灰，个丢搞啊！我到底要讲什么，我自己也忘记。所以你要不要整理一下？晚上睡前眼霜轻轻按几下，没用。文玩，我跟你说没用。你知道花之前你买那个什么按摩的什么哇哥啊？我头先是买兰蔻诶，冰什么什么迄一支迄个滚珠滚珠的冰什么冰棒类似一种的，我用了四罐，我每天都在边哦，在自己这边按，他说这样会消啊。等一下自己使用错误要没有要喝的，我快迄个上了，我快我快咧迄个我讲话的时候自尊叫。也是用一点睡觉前我有直播嘛，他会介绍、哦、他就会说冰珠哦，对，兰蔻那种冰珠哦，每天都在用到，我就觉得哇，好像很好用哎。然后他说他的那个有效淡化那个纹路跟眼袋，然后我就开始站，他一罐要2500，好贵哦，很贵，而且很快就没了。每天我就、哦、早上起来就是跟晚上就很开心，有没有哦？洗完澡的洗完，我要用了哦，每天在那边滚，在那边滚，我真的被你笑死，好像也没有效啊，这边滚。我花了2500、2500、5000，我花了10000块哎，我花了10000块这边滚哎，都没有下水后啊，不要买了，因为太贵了。嗯、后面兰蔻还有出，他就跟我说那个小姐很好笑，哦，你要用眼袋吗？那我跟你说，我们兰蔻有一罐那个什么什么黄金什么也是眼霜，它是霜状的，一罐20克哦，要5000块。哇，一罐那时候真的也买了有没有？他就跟我说很有会有感觉，然后就说啊，真的吗？可是我用了4罐那个，你说冰这边冰珠的那个好像都没有效啊，一共还是你要换一下的，20克，我就这样小小罐的20克要5000块，我也给他花下去，啊不好啦，看花开两班，不是5000，25000，好吧，15000，我花那个花了15000，没有效啊，哦哟，那个眼霜5000块我也买嘞，不用旋转，没有旋转、啊，它就是这样子。它是滚珠有没有？就是下眼袋，然后他说可以在那个眼窝这边按摩，就刺激它按摩，然后就是这样子用。我用到多浅啊，也没消。哎，迄阵唔知人甲我讲，唔知甲我讲啥？啊，你落去开开就好啊，搁咧抹。可是就是会怕，就是会怕失败，失败，因为有的人他做完眼袋，他是有一间在做眼袋，他是说把它开起来，把那个黑色啥脂肪往里面缝起来。可是有的缝不好，它就是会把你，因为你往下压，对不对？你的眼球就会往上。哦、oh, ，对，对啊，对，嘿，它你往下压，可是你眼球会有压力，它眼球就是会瞪的往上了。对，你眼球就变掉掉了。对，嘿，真的，我眼球变掉掉啊、嗯！我会怕，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啊，我会怕。这样你就会说，哎，你在看哪里啊？我在看你啊。根本就好像在看我上面，哎、欸，对不对？对不对？这样也很奇怪。你多少看哦？
这样，因为之前就是有人就介绍说，在那个东区有一家，我不记得什么名，然后他说东区，然后有一家他是做内开，可是他不是把那个脂肪抽出来，他是往里面缝，他缝在里面，所以他就不会再长出来。可是他说有个缺点，你打缝就是他不是抽出来，他是往里面压，所以他眼球就往上，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可怕，然后就你就不要用那种方法。然后就是，然后眼球会往上，那我也不敢嘞、欸。对啊，对啊，就这样嘛。然后你看，就一直丑到现在。哎，我们就挂卧蚕，戴墨镜，怎么把它想成卧蚕嘛？对啊，好会安慰哦。这卧蚕也太大了吧？这卧蚕，这卧蚕也太深了吧？人家卧蚕是在那个眼下这样子哎、欸，我这卧蚕我也会太下面了。想象成卧蚕，因为跟你说，因为人家文苑为什么会想要用、嗯，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开美肌、哦。有没有觉得？你看我们就是会看到真实的自己。对啊，然后别台都超美。对，哇，完全那皮肤都完全都是平的、欸。我想说偏笑，那种颗粒。可以给我开个美肌吗？然后我们每次看回放自己的脸色都僵，对啊，又黄黄的，然后那眼袋又很深，然后眼袋纹你黄，然后眼袋深又这边又变很黑，对不对？是不是？你们说嘛？好啦，平常心对待啦，我已经平常心很久了，已经42年都平常心了哟。这眼袋已经跟了我42年了，好了，也就是这样吧。好，你就好好的在里面啦。好的，好啦，来这件不是可爱。它是游行，然后它是哪一家？我看一下，是533啊？哦，是不是？不是哎、欸。哦，好好，不是不是。哎、欸，想说533是不是倒了、啊？不是，是这一家的，安尼这间哎，这间哎，然后它面料很薄哦，不会透明，然后这也是客人的了。对。两个颜色，这是凉的哦，肩膊料是凉的。对，它是舒服，它是凉的。然后重点是，你看它都不会透明，嗯，所以你只穿一件就好了。怕热的，你们就是买这一种。它真的很薄，是衬衫棉料的那一种，非常薄。然后它下面是它这边是可以收，可以缩起来，有没有？你要说不说都可以。然后我是有稍微绑一下，然后它手袖也很好看，它手袖是做这边有 Q 键，然后这边是蓬蓬的，稍微蓬蓬的。你们两个本人都很美，我都快接近60岁了。桂芳有吗？你60了吗？看不出来耶。对呀、啊，你们真的看不出来，像我们看起来都很年轻。来哦，这个袖子这边它是宽的，然后它这边是没有做那个扣子，因为它就是做宽，然后它在你最瘦的这边，所以它不会背掉、欸、好不好？它不会背掉。来，尺寸的话我念一下哦，这一件的胸宽63，袖宽23，长度60，下摆63，没有弹性，可以穿到 XL 号哦，只要780元呢。或者说我朋友之前有开，晚上他跟他打牌。晚上跟他打牌，墨镜戴紧紧，我笑他是要抓龙嘛？那我觉得我开完之后，我应该也是戴墨镜哦。没关系，你就抓龙一阵子。真的，你们很美，我都想整成你们那样美。没有一卷最美的在我旁边，这叫女生的脸，我是叫中性脸，也没有女士的脸在这里。喂，而且我进来呀、啊，来来来，喂，温雄是你家？我水狗啊！我水狗，喂，小翠，你家啦？对，老卡姐，妈呀嘞！不用再用，他都不用，他都不用整，就那么漂亮。你拍谁？你老公那边整哪里？人家昨天那个郭玲来都说你不用整，请问现在你要整哪里？郭玲，你有在上面吗？瓜子脸，瓜子。不用你那个衣服，那个不是衣服，那个那头发遮住就好了，对不对？美，对不对？对呀、啊，你看。那郭玲说：“你去韩国，你现在会不会担心呢？哦，不会、啊。都郭玲都没有问我，有没有郭玲都没有问我，他只有问你说啊，你这个去那个韩国，你现在都不会担心吗？然后我讲，对不对？不要这样，我也想整成你这样。不要这样，我也想整成阿允的样子。那我们两个会更像啊！阿允根本就没有毛细孔，真对不对？傻哭了，对不对？来来，你给我评评理，完全黑皮肤才白着，搞我讲要去用什么呀？你讲你要用啥？要打那种什么呀？肉毒啊、喔！你讲要打肉毒啦？搞我讲者，伊要打肉毒。因为我跟你说，最近可能看你消甜甜消咖，我的撩魂愈来愈侪。哎，我嘛袂使笑，我搁愈侪。郭玲说：“我有听到，你是郭玲吗？哪一个？这个是吗 ？A R R， 哎、欸，真的、哦、郭玲呢？郭玲，啊，你为什么要用英文呢、啊？郭玲呢、欸？对不对？郭玲。”
英文。你昨天怎么没说阿里？你去韩国，你是不会担心？我跟你说，他非常的放心，不会担心、啊。因为跟我去，担心什么？哦，拜托国林。对呀、啊，是不是？哦，原来你这个 A 什么？我有听到啊 ，R Y 哦，国林，我有，我不会，我是一种有生命，有公生命，我所以不会不会。国林 是哦，真的耶、哦， yeah, 国林对不对、哦？为什么名字不要用同？啊，脸胖一点就没有眼袋。对，哇，你讲一三嘎拉球，哇，三嘎公吼，你好像就是被人家抽干了，因为就很瘦，然后脸啊也很瘦，然后肩膀也是，球骨被等你，现在烫沙了还行这样，也骨头，很像要骨折，很像要骨折，你干嘛？你是土拨鼠吧？胖一点就这样。哎、啊、呀，碰腿啦，真正他碰腿，哎、欸，不要，因为你的脸太瘦，然后这边呐、啊、就会凹凹、嗯。那请问一下，我要吃什么才会变胖？三餐吃咸酥鸡，怕被发现，所以用英文哦。那以后我觉得我们也要用英文呢、欸，我们好容易被发现、喔。对，因为我都用三个字都一样，我也是、欸，你也是用全名的、欸。那 FB 可以改名字吗？我觉得我的名字比较容易被人家记住、欸欸。对，我的不会。而且他蔡奇亚还好。我靠，蔡奇亚！蔡奇，他等一下你辨识度比较强啊，我辨识度很强啊。我辨识度比较低啦，你比较强、欸。对了，什么康乃馨哦，什么哇，康乃云呐、啊，对对，赵灵毅还好、啊，对不对？我的辨识度比较强。还是要改名字啊，改英文名字。改英文的，哎，对，康乃云。哎、欸，你知道去那个韩国什么的？对啊，康乃云 ，yes， 赵灵毅 ，yes， 你要挑我个别英文名字，你要真的完全挑。还是咱用赵灵毅，还是用康乃云，安尼？啊，那有去？啊，冰又扯不烂啊！哎、欸，对对对，真的嘞，没有脂肪的支撑，眼袋手术是外缝手术，需要哎哎，阅读障碍。眼袋手术是外缝手术，多余脂肪，多余脂肪抽取，但需要一些时间去修复、哦，要冰敷，需要戴眼镜，而且常冰敷才会消肿。对啊，我上次去打扮、啊，看邻居有去做过，还是自然美就好了。好恐怖哦、我上次去打班呐、啊，然后他一接招募嘛，是跌在冰库也白去。哦，真的哟、哦，安尼哦，我够恐怖。可是可能就可能要愁个几天，然后后面就好了。没关系，我已经愁42年了，没差那几天。对对，没差那几天。你一直到底有没有介绍、啊？你这一直到底有没有讲、啊？没关系啊，你看现在时间是不是好好多余的？有哈，感谢一下。来来来，编号这件只要700多少？八。780、哦、我跟你说这件你们真的可以买，因为它就是配短裤起来很好看，或是配刚才的是啊，我们穿的金鸟吧。我跟你讲，安尼嘛超好看，有没有？这样子也很好看，就是我觉得这个蓝色跟红色都很好搭配，或是你看这样子搭牛仔裤，哦，今天超好看，今天超好看、哦，好啦，自然就好。哦，好啊、那听，那是要听果粉的吗？钱要省起来吗？我再自己晚上自己思考一下好了。你看我朋友现在整这样子，好漂亮哦，好漂亮，好漂亮哎、欸！这是我朋友，他朋友啊，所以他是整个脸都是整的吗？对，几乎。哦，你看额头，可是他这样子都要常常去做、欸，对，都要去补啊，一直补。阿姨称，哎呀、啊，啊那也是，口袋够深呐、啊。我还是不没有很深。我说他上次去买一个舍利的包。我的衣哦，我刚才舍利是谁做的呢？可是它是动态啊，不见了。哇，嗯，啊，你把它截图？没有没有。其实说真的，我嘛唔知舍利是什么品，什么品牌。讲、嗯、真的，我当下实在是不是酷极 LV 香奈儿这种呀？舍利，我讲真的，我卡不懂。那老公蛮帅的。哎呦，帅呢！那你看他的鼻子也很有钱，因为他就这边很对，这才做大的呀、啊。这个真粉大，对，萨库拉，哎，看。看得出来，可以看看看一下吗？他应该没有在看我直播吧？应该没有吧？他知道你有在直播吗？而且他胸部也是整的。你看啊，胸部也是，胸部会不会痛？胸部也是整的。可是他怎么这么喜欢整形呢、啊？哎、啊，我跟你说，这个就上瘾了，上漂亮哦、嗯，很漂亮，超漂亮。啊、这是用钱空出来呢，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你看了会觉得哇靠，你很用钱嘿，真的用钱空出来呢。我跟你说，我也可以那么漂亮啊，只是我不敢。然后你看他女儿给他穿成这样，有没有好泥花？有哎、欸，所以他还蛮有钱的、哦。对啊，
是他先生家有田，嗯，然后又买了一栋新房子。哦，他现在住哪里啊？台北人，可是我不知道他搬回来。你是说你先生是台北人？应该是台北人。哇，哎，阿哥，你看女儿嘛是足够追啊，阿妹，系啊，是新爸爸嘛，伊女儿是新爸爸吼。我觉得比较像爸爸。嗯嗯，刚刚把就新爸爸呢，好好看哦。好哦，那这个编号十一号，老了就不 OK 了。好，所以就是要长老。老了，他就可能会垂下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一直固定，就要是一直去。那我现在是十二岁，等我五十二岁也是这个脸，干嘛？哦，想这样子，好像有安慰一点。我跟你说，我国中就是这个脸了，心脑快疼的脸。我国中的姐姐要借饼，然后所以一直家人说，哎，你二十几岁，国中嘛，他十几岁，你现在二十五嘛，未来，因为我才国中，印象多深刻啊。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有眼袋的啦。嗯，哎，这件衣服到底讲了没啊？啊，对，有讲了有。哎，你们喜欢可以赶快加哦，编号十一号780，对不对？七百八，真的赶快加哦，好不好？十一号。好。后面不用了。好。再来是裤子，来裤子，记错款式的裤子。你知道为什么？哎，可是也是有客人订的。对啊，记错款式的裤子。来，编号十二号哦，这一件真的很好穿。这个是哪家的牌子？我看一下。来，那个爆米花他们家的，爆米花他们家的裤子，有看到吗？蹦逼胖银刀的裤子真的很好穿，而且它是衬衫棉布料，整件是非常有弹性的。啊嘞，整件是有弹性的哦，而且它可以穿到 XL 号，重点是它只要多少钱？890元，便宜啊！对啊，贵公说，其实人慢慢老比较看不出来，真心老的会比较快哦。真的呀，老的会比较快就对了。哎呦呀，来这件裤子呢，腰围是33到60公分，臀围55。大腿30，长度53，裤档30，有弹性，可以穿到 XL 号哦 ，S 到 XL 都可以穿。它是马裤型的，有没有？它是在膝盖上面，穿起来非常的瘦。我真心推荐你们可以买这一件，因为这两件衣服都是现场客人他们订的，然后我想说直播完再给他们，因为他们一摸到这个质量非常的凉，裤子也很好穿，很凉哦。裤子两个颜色哦，真的，你们就是可以包色，然后它穿起来就是挺的，它不会贴在你的屁股上面或是大腿上面。然后它口袋这边下面有一个这个微笑的，它是刺绣上去的，这边都是刺绣上去的。伊能静它就是整的，结果孩子出生都不像他们，记得哦，请隔壁老王到这行上，到菜有可以大L可以穿，可以，它可以穿到 XL SU， 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因为它腰围有到60公分，60几点的120嘛，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臀围55，臀围55，它是可以穿到 XL 号的。然后另外卡上好不要，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哎、欸，就它是马裤型的，它不会很短，然后也没有很长，然后也不是很宽的那一种，因为有的人不喜欢穿太宽、太短。然后刚好像这种裤板，你们喜欢的都可以买，好不好？喜欢的你们都可以买，只要890哦，太便宜了，真的很便宜，只要890元，这个一定要买了。两个颜色而已，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缺裤子的话，像这个你们真的都可以打包加一。荧幕上看起来很紧，不紧哎、欸，这样子，就是你看它的腰围真的是很松，它的腰围很松，它其实还蛮大件的。SU 它真的还蛮大件的，所以它是可以穿到 XL， 它是松的，很弹啊。对，它很就是我穿起来它是松松，然后很弹，它弹性真的很好穿。它如果你想要穿，如果像你们是 XL 的话，穿起来合身我觉得也好看啊。你们可以配长版一点的上衣，我觉得它穿起来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合身跟宽的穿起来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因为它是衬衫棉布料，所以可能在镜头面前看，而且尽量不捂啦，一点嘛料。就是它是，其实它没有很紧哎、欸，它是松的。你们喜欢的话，短裤真的要买起来，因为夏天真的很热，夏天真的非常的热。可是就是要喷点防蚊液啊，嗯，因为今天去我帮他加掉，被他清到，对，好经典啊。两个颜色哦，编号十二号，
这件你们真的可以加，因为它是衬衫棉布料，重点是夏天穿起来真的很舒服，跟我身上这件衣服一样，真的很舒服，真的很好穿。然后呢，这个你们也只要穿一件就好，里面完全不会透明，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看不到里面，因为它的布料它是看不，它是蓝色，它看不到里面，真的很好穿。配牛仔裤也好，你上衣搭牛仔裤或是西装裤，或是像这种短裤都可以，因为真的很凉。然后重点是这件衣服啊，配这件裤子，我觉得它颜色很搭，好不好？颜色真的很搭，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自己加，我先拍照喽。好的。我天，那你滚！边啊，要发个边。好。好 ，OK。那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自己加哦。这个真的是冰丝棉。对呀、啊，冰丝棉哦。这穿这个吹冷气也乖，因为它有冰哦。冷吱吱。对，来哦，这件来黑色、白色，然后它的面料啊是。今天新闻报道登革热会北漂，听到登革热就想到阿玲。我也真的是听到登革热，我也是想到他。啊，我听到登革热，我也很害怕。啊，为什么会害怕呢？我没有得过，可是我也很害怕，是因为被他吓到。我真的是被他吓到哎、欸、哎、欸，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扣小扣小哎、欸，就是还跟那个我们档哎呀，真的还扣口呢，还跟他这样子去日本。对啊、我到现在就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会讲到老，真的差一点，我今天踩掉韩立棒也可以到鬼耶，你这样是坑逢哎，还好你没事哎、欸。对啊，他回来就急诊了，就住了两天啦、啊。我然后你当然坑嘛，给他点，然后我床头话一个一个礼拜嘛，就剩下一个礼拜，但是先等啊。对，然后我有个跟我住院，因为怎么会这样？说因为登革热。嗯，对啊。连到东西。今麦讲起登革热，我今麦大家嘛拢会惊啊。真的，现在听到，哎、欸，这辆是上阿华呀。那件黑色的是他的，这个，听到登革热三姨，我嘛是会惊、啊，好像人拢讲，嘿，会惊，因为阮朋友有过，我是被他吓到。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啊，他同事也是有人开心问，啊，你摸登革热，因为他听到我懂啊，超可怕、啊。登革热啊，登革热有啥物状况啊？因为因遐嘛，阮无去定过是安怎，拢唔知影啊。啊，所以就一直问啊，阿文先生就甲伊讲啊，阿姨温先生甲我问讲我的状况怎么样？对，阿尼阿文伊有知影，伊先冇讲啊。哎、欸，疯狂买灯那个防蚊液耶，疯、啊、狂买耶，对，一次都买五瓶六瓶一次，对，硬买硬买，然后用抹的啊，也买用喷的嘛买，然后也买用去泰国我嘛买，拢是买防蚊液。来黑色白色哦，来这一件的面料很特别，如果你今天是怕热的，你们可以买这一件，因为它穿起来有点冰冰凉凉。它的面料是有点莱卡面料，莱卡的那一种面料，所以它摸起来是滑滑的。然后这一件打折下来只要710，这一件拜托你们一定也要包色。然后它的口袋这里啊，是用那种滑面布料，很像那种风衣式的滑面布料下去做它的口袋，上面呢有两颗扣子，然后下面呢它是有做这种缩口的，有没有？它是有做这种缩口，然后手袖一样。还是有做这种一半啊缩口，然后它白色呢上面也是用这种滑面的防风的那种面料来做口袋。来这一件呢一样可以穿到 XL， 编号来到了13号，这件打折下来才710耶，够秀哎，真的太便宜了，710块。来哦，胸宽58，袖宽21，衣长62，可以穿到 XL。颜色呢，就是有黑色跟白色，黑色跟白色。然后你这个基本颜色啦，你下半身你就是可以配格子裤、条纹裤都可以，好不好？这个就是基本款，然后百搭款710，这一档可以的，这一档可以的包色，这个可以包色哦，这一款编号13。13白13黑，两个色，好不好？两个色 ，OK 啊。那我先拍照，然后黑色啊，来搭格子裤也好看。我跟你说，格子裤啊，你上衣配黑色、白色就对了，只要是素面的都可以搭，对啊，都可以搭，很好搭，好不好？好，然后我先介绍格子裤好了，来，再来是我的格子裤，然后颜色呢有怎么打？这个打白吗？好。这个要打白色，然后还有一个黑色，一个基本黑，
一个白色，这个、哦、格子你们要打白色，然后还有一个黑色，黑色，然后黑色呢，它就是做这样子。其实它黑色的拼接啊，跨博上也出来，它就是整个都是黑的。然后可是它这里呢有接线，就是很像那种拼接式的那种接线。然后口袋是做这种侧面的口袋，上面有两个红色的装饰线。然后面料是棉麻哦，是棉麻面料。然后后面没有口袋。然后我的格子是这样子，有没有？它有大格、小格下去做拼接。然后中间这里啊，有这种接格的这种车线，接格的车线，接格的车线，有点像那种南瓜裤，稍微有一点点南瓜裤。然后裤管呢，它的裤脚啊有做滚边，我把它缩起来，没有，裤脚有稍微这样子缩起来，所以呢穿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很像那种南瓜裤、灯笼裤、南瓜裤的那一种裤版，就是很可爱，很可爱。然后面料很舒服哦。面料超级舒服的，我觉得黑色，我觉得格子的面料跟黑色有点不太一样、欸、它格子的面料啊，有一点很像那种泡泡布的面料，就是摸起来啊是有点泡泡布，然后黑色啊摸起来呢是棉麻，是棉麻面料，所以两个布料有一点点不太像，好不好 ？OK 哦，来我念一下尺寸，来编号几号了？13吗？十四。哦，十四。嗯，我指定找一对。好，来了来了，来。编号14号，颜色有黑色、白色。白色呢，你们就是格子裤里面要打白色。然后腰围呢是33到55，臀67，大腿38，小腿28，裤长87，啊嘞，可以穿到 XL 号，可以穿到 XL 号，绝对没有问题，舒服。这个呢就是防晒裤了，因为很薄，好不好？很薄，不敢穿短裤的人，你就是穿这个了。OK， 而且很便宜哦，好不好？很便宜。那我要拍照咯。好。OK， 那我们来。你帮我点鼻粉，鼻粉的鼻粉。哈哈哈哈哈哈！必须的，必须，你妈妈笑。必须啊，你叫啥？你叫我妈。必须。我是哪一混的？不是必须。必须啊，这卡怎么用啊？没关系，我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好。必须。啊，我不记啊，叫必须。好。拍摄。好。无生命。我给老师修没有，你老是这条啊！我老是耶，要唱歌呢。都不是，我家小孩都不是在唱儿歌的，我家小孩都是唱大人的歌。对哦，赞呢。好，换你。最后两款喽，最后两款了。好可爱，我觉得这颜色好漂亮。我觉得我们这次进的这个棉T的颜色真的很好看，很夏天的颜色，很夏天的颜色。你们喜不喜欢这种颜色？你看这薰衣草的紫色，有没有很漂亮？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棉 T 啊，你们可以买不一样的颜色，因为我觉得可能白色就是可能哦，每一家可能都有，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不一样的颜色。你看这薰衣草色超漂亮，它本人颜色超美，然后这个柳橙色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很好看？然后它是有点带水洗。我觉得它的颜色有点带水洗色的感觉，可是它是薄款的棉，就是这一家的，这件的，就是它是高级面料的那一家的棉。然后呢，它前面有这个，对不对？它后面也有，有没有？我觉得颜色超好看，这一件你们也可以买，好不好？这一件你们也可以买，因为它面料是那种冰凉的那种面料，跟普通的棉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高级棉，就是它穿起来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颜色真的很好看，我就是喜欢它的颜色、欸、我觉得你们可以买不一样的颜色，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挑紫色或是、欸、我这是写黄还是橘？黄色，它有点像橘黄色，有点带橘的黄，真的很好看，我跟你说颜色真的很美。然后这个搭牛仔裤都很好看，这个搭牛仔裤真的很好看。重点是我觉得他们家的棉的颜色啊，很少会做这两个颜色，
你们看到的棉的颜色就是那种白色、黑色、灰色，哦，阿伯的生命深紫色哪一种的？手抬一下好吗？文婉这一件你可以穿，手抬一下是这样吗？可以，对呀、啊，它不会漏那个，对，不会啊，腋下还好。对，文婉这件你可以穿，这一件你一定可以。因为它不是那种宽松的，不是那种大件的，它的棉是那种刚刚好的纸的那一种棉，不是很大件的哦，这个就不会很大件，我觉得你 OK， 这个你可以穿。然后它颜色真的很好看，前面后面都有图案呢，你看它前面后面都有图案，超好看，超可爱。这是泰国吧？韩国熊哦，泰国熊，泰国熊，是韩国打棒球的那个吧？是有一个队伍是那种什么熊啊？真的很可爱耶，然后你看这个紫色也很美，推这两个颜色，我推这两个颜色好好看哦。我觉得这紫色也很漂亮，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要看紫色啊？我可以换紫色哦，我觉得颜色好好看哦。就是你像这种紫色，你下半身就是可以配宽裤，深蓝色的裤子真的很好看，好不好？真的很推，这两件很推哦，好不好？有，来编号十五号这一件只要780元哦，胸宽60，袖宽24，长度68，下摆57 ，S 到 XL 都可以穿 ，S 到 XL 都可以穿，很推荐这两个颜色，真的好好看哦，好不好？真的很好玩，只要780嘛，对不对？只要780元，喜欢的帮我打15。黄加一，十五紫加一，十五白加一，然后我很推这两个颜色。棉 T 呢，你们就是可以买不一样的颜色，夏天的颜色配起来，配牛仔裤起来都很好看，就是很百搭，它颜色真的很百搭，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好舒服哦，这穿起来是那种有质，跟普通的棉真的不一样，跟 Taco 啊、Nanda 啦、ZA 的他们家的棉完全不一样，是高级棉，对，它是高级面料、嗯，是舒服的，穿起来是冰冰的，对，这个要买好吗？那我先拍照哦，好的。来换最后一件裤子了，录音带新款牛仔裤，它颜色很好看，它的刷色。来，喜欢像比较合身一点的牛仔裤，你们可以看这一件，很好穿，刷色很好看。牛仔裤啊，像录音带牛仔裤，你们再选就要选它颜色，就它的刷色。你看它这边刷色很美，还有它破的地方有没有？这样很好看呢。就它破小小的，我觉得会比较有型。卖破小的，它有小的，看我蛮别介，因为年代 over，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小的破损很好看。然后它大概是9分裤哦，它大概是9分，有没有？它大概是9分裤，然后尺寸有分 S、M、L、XL， 尺寸正常，我穿 S 号，我穿 S 号哦。我穿 S 号，它是稍微，我觉得它有一点弹性哎、欸，就是穿起来它是舒服的。然后呢，你看到后面有一只狗狗，它是印上去的吗？哎、欸，对，它有一只高飞狗在后面这边，它是印上去的图案，它不是绣的，它是印的。重点是它的长度刚刚好，它不是很长，然后也不会很短，它大概是8分裤。我160公分，50公斤，然后它穿起来长度大概这样。有没有8、9分的长度啊？我穿起来应该是9分吧。好，我穿起来应该是9分。9分裤很好穿，真的很好穿。编号16号吗？嗯，字典还没出来。等你起来。哦，有有有，来编号16号，我尺寸有 S 到 XL， 尺寸正常，然后价格是1420，真的超便宜的。真的很便宜哦，然后我们置顶里面点进去，你就会看到尺寸表了哦，有什么疑问尺寸表都可以看一下。1420真的很便宜，而且重点是它刷色很好看，就是不会说刷的价值大北北啊，价值大嗯啊，完全没有这种问题。它的颜色真的很好看，而且录音带是我们长期以来最喜欢卖牛仔裤的。嗯，我没有剪头发咧。佩青，我是烫刘海，因为今天的刘海可能就是太短了，因为他可能这次剪的比较短，然后他又烫，所以他就会揪起来，
所以刘海就看起来有点呆，真的很呆，可能还要再呆一个礼拜，没有，等它长一点点，它就不会那么的呆了。还是我多戴个墨镜，就看不到我的眼睛。好啊，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加哦，喜欢都可以加。它版型、颜色都很好看，版型、颜色真的都很好看，很舒服，穿在你最舒服的地方。而且它不是低腰哦，它是穿在我的斗宅，我的斗宅在这里，刚好在斗宅这里。它不是低腰，因为低腰我也穿不习惯，低腰穿不习惯。谢谢。现在这种年纪就是要装可爱一下，对不对？有没有啊？所以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加，而且我觉得它布料很舒服，可是它没有到那种很薄很薄的那种牛仔裤哦，还没有到那种很薄，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挺度。我穿 S 号哎、欸，因为它尺寸正常，我穿 S 号这里，我穿 S 号，它尺寸正常哦，尺寸正常嘛，我50公斤。我50公斤，160公斤，然后你们就照着你们平常穿的尺寸拿、啊、就好了，尺寸正常哦，吼，尺寸正常哦，看你们穿什么尺寸就拿什么尺寸，安尼懂吗 ？Hello， 对，所以1420你们真的要懂买懂价，因为外面没有这种价钱，录音带正常的价钱啊，最便宜我看到有人卖1580，最便宜还有到1580哦。所以我跟你说，我们是最便宜的1420，好不好？所以你们喜欢像他们家的牛仔裤，你们真的都可以加，穿起来很显瘦。它穿起来是显瘦，它不是那种穿起来裂缸。哎呦，这还在短裤，不会。你们如果有在穿合身，像录音带他们家的裤子，你们可以来买这一组，因为它真的是好穿，整件都是纯棉的牛仔裤，完全不会背，完全不会哦。OK， 那我要拍照喽，来了。我的虎的号码几号？15，诶，是16还是15？16号。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款了，姐妹，各位姐妹，各位姐妹，我们明天哦，好啊，好，我们明天下午呢，一样还有日本连线，好 ，OK， 对。明天的下午呢，一样还有日本连线。对，晚上呢，一样是我们的这里的韩国衣服的连线。是，啊嘞，对，公告一下。然后等一下下播之后呢，可以去购物车检查你的商品对不对。先不要结单，因为我们明天后天都还有直播哦，全部看完再一起结单，好不好 ？OK， 好，没问题。是的，那我们明天的下午见喽。明天见，拜拜。